然后先把风扇打开，在on这边，先把风扇打开之后，我就再开那边，全部亮绿灯的电池的电压输出稳定之后，然后再打开那边去，不要急着开那边去啊。那边去的通讯界面调色方式是不一样的，进入到这里的时候，它可以上下选择是选择是打开还是关闭，按on的键，然后。